潮汕地区禁忌吃的三样东西。鸳鸯酱。啊啊，酱酱酱，来来来来。鸳鸯酱。啊酱。等等啊。酱。啊啊。哦，喂，我在这个。悠悠，我坐这边去啊。你哪啊？哦，表演是中的。啊，表演可能赢钱。悠悠，你中的。哦，哎，表演，你赢钱。哎呀，表演。但我翻到你买相机哈，我到来你几个就走呀？多想你都跟你小铺的又咋过？哎，你做怎样？哎呀，我到一个做鬼鬼婆啊，铺又咋过做有啊？开地沟油啊？地沟油？哎呀，我就听老板打，遐普通啊油啊，成本你又有贵，一斤就十外元，遐地沟油啊，十外元尔。哎呀，地沟油就地沟油哩，真是啷个？是真不是啷个？是个地沟油啊，该是西沟个料啊！我有个积蓄呐，做积蓄啊，立即去只厕所撩起来。心里就不平安，有人啊，就对错我配到过你对我，嘿，你配到我袂离去啊，有错人啊，就放住我倒对啊。你啊，我做你啦。阿妹啊，老板最近啊。你啊。做你啊，我冇同人聊你啊！表娘，累了咪再打我好冇？你再打落去，我一行等到我就偷开你啦！啊啊！慢慢慢慢，哎，别玩啦！哎哎，哎，来，怎么样？嗯？这个叫红星的，大娃做去咪变形真够好嘅。哎呀，咁咪鬼唔咪声啊！红星假作高大度啊，我再无变弄嘅。遐那只红星假作我无变嘅。哎，我天哪，就等我刮死只鸟鼠倒倒呀！咱家之间那个地址啊！哦，哎，对啊，我想到个城市啊，做也做不落啊，我想到那个乡，怎么样啊？妹妹，老老实实来个郑州厂哦！啊，不，这一厂哦，又是做你？哎，你小姐啊，你到油炸鬼搁上班，我从唔敢食油炸鬼。你到过年叫我上班，我从唔敢食过年。哎，你到病情上上班，我从唔敢食啤酒。哎，你也是个正餐，要我一人两币，我还唔敢吃。你想搞死我，那是啊？